够够的了。流量卡要不？可以给，也可以不给流量卡，看你们吧。这豆腔我说我玩够了，不行啊，不行，我说玩够了，挠痒痒一样还让我玩，是不是还让我玩。谢谢饺子圣诞树灯塔，谢谢饺子，谢谢饺子的圣诞贺卡，感谢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现在我们动吧。三赏金，谢谢小鸟虚言，圣诞幸运星，谢谢饺子，圣诞幸运星。哇！饺子出圣诞，不是小鸟虚言出圣诞幸运星了，哎呦啊，5K 圣诞幸运箱，哎呦我谢谢啊，1000的，怎么能是1000？那是5000的，圣诞幸运星是5000的，啊，新年幸运星啊，哎新，对呀，那也是5K 呀，新年幸运星也是5K。牛啊，哎呦牛啊牛啊，小鸟虚拟逮个波波，嗯，哎呦牛啊，小鸟我自有安排。有红包吗猴哥？有红包，看见没，看见没，是可以赎的兄弟们，他也都加了，谢谢你好好吃。还有6分钟开奖啊，大家来一个这个我们抽的那个小礼物，这叫什么东西呢，小铃铛啊，这是什么礼物呢？听完我觉得很想吃东西，今晚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给你吧。给巨魔。我吃不了力气，我咋吃啊。坏了，这是要赢了，我操！没事，赢赢吧，赢我们就连胜赏金，无所谓的。现在我们动吧。给了一个大头儿子，赢，居然赢了！哎呀！没想到这小子有点弱呀，这发明家这么弱吗？啊，这还有个倒数第一就上俩牌的呢，这把连败不了，拉倒吧，这把败不了，这把第一名是个怪物啊！
哎呦我操，这鱿鱼，这鱿鱼一个飞扑，还有3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，在我们直播间送出一个这个叫什么礼物来？要把大剑，我看，攻速，我看大剑攻速，大剑，那个叫什么礼物？小铃铛是什么礼物？圣诞幸运星吗？不对。啊，圣诞星愿，圣诞星愿，送出圣诞星愿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。我这鱿鱼能删不？那鱿鱼能删可以用啊，这鱿鱼。再来把豆枪，最后一把，如果这把的豆枪又吃不到分，我们就再也不玩了。最后一把，还有2分钟了啊！最后2分钟，送出一个圣诞星愿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500的圣诞星愿抽奖。大家抽完以后啊，会有碎片背包里边，跟你背包里边会有碎片，碎片可以送给我。我们现在碎片如果双倍卡收集，就可以变成黄金双倍卡。不是这个双倍卡收集，那碎片是不是都留着呢？是不是都搁背包里边留着呢？是不是都没给我？是不是都不给我啊？是不是都不给我？从一开始6个变成现在的6个，一直就6个。又给我夜渡卡，我不要夜渡卡。我不要这夜渡，我要这夜渡，它没有用。我们这把好像是无敌了，兄弟们，这把我们前期的赏金无限掐钱加上我们的豆枪，哎呀，感觉好像确实是无敌了。这把应该是吃到了，噎着了，哎呀，哎呀，群星只会冷眼旁观。嗯，还20秒开奖啊！哎呦我操，我噎完了，哎呀！有一个肉啊，我没嚼，我就咽了。会保护你。啥肉？牛肉？猪肉？排骨不是猪肉吗？排骨肉，猪肉，排骨肉。哟，给1块钱，漂亮。再来一轮。今晚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就每轮就1块钱呗，你就赏金再打赢，这每轮老1块钱，我也受不了啊。
哟，恭喜新年福袋券在主播福利社使用，太棒了！抽取有奖励的碎片，再来一次，兄弟们，在主播福利社，新年福利券能抽出来啥呀？就抽一抽。家长我们走吧。大数据这把刺激，我也感觉。谢谢饺子的圣诞星月，快八分钟开奖啊！直播间有个500的圣诞星月抽奖，大家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今天双倍亲密度钻石卡最后一张，然后大家抽完以后，直播间那个背包里边会有那个碎片可以送给我啊。嗯。宝石换机器人笨鸟，有什么用啊？可以给把大剑啊？早说呀！哟，谢谢又有虚区，恭喜又有虚区出了个雪橇，哎呦我，又有虚区，给个波波吧。差个攻速，没人要啊！我要啊！铲子都没人要吗？谢谢托尼范，合个链接，谢谢莫明月。这不弄个无赏金，铲子合不了赏金。那是不可以合赏金。变异是吧？这把斩杀变异可以，给变异行。给个变异上卡吧，我们正好多个格斗家。再来一轮，谢谢小鸟虚隐，还有5分钟开奖啊！
我弄开讲，兄弟们，来个0.5鱼刺的那个小东西啊，那个圣诞星愿，谢谢星茶官，一把就给1块钱，太惨了。哎、要多少是多呀？一把1块，我一共赢9把，9块，快10块钱。升级，差个粑粑人儿。我的仇恨总沾满血。5赏金不就完了吗？全套，谢谢星茶官。大卫我们就不要了。鱿鱼我们也就撇掉了，赢了大嘴也可以撇，估计不太好赢啊，可能要开始输了，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。想要个盘去，骰子更加幸运，输了。永恩拿一张。我的狩猎并非为了杀戮，马把人黑了。跳起来吧！这也没幸运呢，就给7块钱，这就叫幸运了。7块钱就叫幸运了，就7块就幸运了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我一首格斗家永恩，你不慌吗？啊，我问问你，你慌不慌？收。一个窃贼手套已经被绑到我的那个什么玩意儿之中啊！肥永恩，没错，肥永恩，肥恩。地不地呢？你是地还是不地呢？是地还是生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地吧，地个螃蟹开始连胜了，兄弟们。5格斗，4格斗5赏金，然后开始吃东西。这永恩不行了，永恩打工不厉害，得要房去了，不能上酒啊，升酒升不上去啊。80多滴血，我100滴血他也上不去，你不信？这把他上不去。我要个铲子或者是弓速。我要铲子。碎他们！
上酒吧，上酒，我觉得可以上。我这还没打到鸡呢，我都快九了，差个飓风，螃蟹差飓风。升级上金克斯，然后这俩撇了，上五费，上杰西，上小猫，嗯，或者上卡莎，有什么拿什么啊。我们最后来一个啊，兄弟们，来个500的这个圣诞心愿的小抽奖，最后来一个，谢谢上个鸡巴班，谢谢黑冰，最后来一个，然后完成个五星挑战任务。看看多少个碎片，没几个碎片。60块钱道具，谢谢小鸟虚言，谢谢又有虚区。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收，我这要收不了我就完了，兄弟。这波打完他们应该都挺厉害的，这波打完他们应该都挺厉害的。给个飓风吧，给个飓风，攻速行吗？求求了，来个来攻速，冷攻速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Fuck you。饮血剑也行，最后顶一轮我们升上去。哎，顶个勾巴直接升了得了。无尽呢？无尽还是饮血？无尽，别把无尽。谢谢饺子，谢谢星叉关，谢谢小鸟虚言。精致的小败，兄弟们，
卡莎也行，没有啊。我们走。我的少年并非为了杀。走。存在就是折磨。随便给一张。其实我鱿鱼不应该下的，我应该下巨魔，你们觉得呢？不，对，我应该下巨魔，我不下鱿鱼还是无赏金，我可以继续赢。无赏金赢可厉害了。哎呀，我鱿鱼下了。下团长啊，可以下团长啊。来个小猫吧。下船长，我要夺回所有的一切。最好的防守是我把他们抓住。船长不能下吗？船长下了三赏，上个啥呢？上个杰西，上个芬女，上个杰西都可以。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下船长，上个杰西，来个格斗家。把这个撇了，团长撇了，这个撇了，这个撇了，我们这无敌了吗？这不就，这不就无敌了吗？舒服没？这回舒服没？又没喂，哎呀，喂，忘喂了，忘喂了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我要求上主在。传说中的羁绊王，这不就这样吗？最后把那个。把那鸟人给撇了，把那鸟人给他换一个，鸟人换卡莎，二星卡莎给他放上。我操，这是什么？三星巨人。啥也不是啊。哎，你这一枪就满血，确实挺膈应人呐。谢谢广坤，谢谢 Amelin Potion 的领冬晚会。我们的契约已经到期。这装备咋给？给卡莎，两件卡莎，一件蒙多。哎，金克斯自己随便搞一件。还有最后两分钟开奖啊！哎呀，又忘位了是吧？忘位了，谢谢大陆正宗机。
谢谢星插官。谢谢 Like Potent。我们还有一分钟就开奖了啊！直播间有个圣诞星愿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豆腔真牛，你完全充能。豆腔成了是真牛逼，我说实话，确实是狠呐，兄弟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真狠。猫不给鬼输，我是没想到。哎，你想不想到这都无所谓了，你这等着呢，我这都等着呢，我这不着急。我叫不着急。我记着我怎么有个装备拆解器呢？主要是这豆腔这人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全是人。啥也不是。给我杀！这不给我杀！哎哎哎！谁说辅助？不太行，马上就不要了。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你闻不到我的死亡气息，你只能闻到他们的死亡气息。盛宴在等待。怎么感觉收不了菜了呢？鸟人撇了吧，我菜收不了了，不收了。两星卡刷或者金克斯来谁？他没有啊，兄弟，不是我不要啊，他没有啊，咋整呢？我递了他递不出来呀。撕碎他们！这小子三星进加三星发条六居神。还行吧，还行吧，我只能说还行啊，还行吧，可以接受。给大家结个账吧。